教授行者念念在觉体上的根本的坚持，根本的坚定，决心见一切相时，他会是相吗？所以见一切相时，他根本超越一切相，所以他才能够起成一切相啊。所以你明白决心时，你向来就会相信，你只要证得如是觉，你只要念念之间慢慢不断地让自己熟悉如是觉体，你将来必定能够用得上此句之中的一切作用，你一定具足啊。那叫则见如来，那你当然看到这是什么，就是你如来本性，就是如是法如是现。你将来住到如是法如是现时，你不要小看这句话，如是法如是来，如是法如是现，这么样的简单呢。你要用得上如是法如是来，如是法如是现，那是如来，那叫大自在。黑来现黑，白来现白，虚妄来现虚妄，暗障来现暗障，暗障来现暗障时，都不是众生过去众生的语言中，暗障来现暗障，它就被暗障所暗障。将来你明白如来体时，暗障来现暗障，就如同镜子照黑，黑来现黑，就是如此而已。它是现暗障，那觉得的暗障也永远不会是暗障。你都明白它能现暗障时，你永远住在如是法如是现、如是法如是来的根本清明的大觉的心体时，你就算你说现前起的是暗障，你都是觉得暗障，跟你堕在暗障是决然迥然不同的心中的作用。觉得暗障还是大明，你堕在暗障那叫做流转，那叫做可怜，那才叫可怜。